竹笼一把抓住猛男和尚，直接捏成了碎肉。与此同时，张无为震惊地发现，百姓死伤的人数相当惊人，无比后悔自己手贱去碰那该死的东西。当即赶紧指挥大家往城外逃。这时听到有人在呼救，张无为跑过去一看，竟然是用糖葫芦跟他换过保护符的小女孩。此时他被压在石板下，奄奄一息。张无为连忙救他出来，可他的家人已经全都死了。很显然，自己的保护符并没有作用。为了不让小女孩伤心，张无为选择隐瞒下来，告诉小女孩她的家人可能跑到城外了。小女孩很开心，深信是保护符把张无为召唤来救了自己的。认定他是自己的大恩人，张无为愧疚极了。另一边，老道士也已经奄奄一息，但他一直笃定地说着，真仙后裔一定会回来祭拜你的。听到真仙两个字，竹笼就恨得咬牙切齿。当年他横行天下之时，就是被所谓
选择亲自赶去查看，身后只留下余地死尸。另一边，张无为再次醒来时，发现自己头发花白，手臂上还长了一张鬼脸，甚至还能看到每个人身上的灵力。而且因为除妖有功，成了整座城市的英雄，所有人都恭敬地称呼他为大恩人。王老爷将他的英雄事迹大肆宣传，还给了满满一箱金块当酬劳。老道士和古师也都活着，只是可惜和尚已经死了，还有死去的那么多百姓都再也无法回来了。强烈的愧疚侵蚀着他的内心，尤其是看到难民营里百姓们饥寒交迫的惨状，还遇到了那位小女孩，对方也得知父母死去的消息。张无为再也忍不住向他坦白了自己的罪行，都是因为他贪图钱财，才会阴错阳差将烛龙放出来，从而导致了这场灾难。小女孩却表示大哥哥很勇敢，他妈妈曾说过，一个勇于承认错误的孩子才是勇敢的好孩子，只要用心去改，一定会变好的，所以我们不能活在过去。说完，小女孩不禁痛哭出声，她其实没有那么坚强，她是不得不坚强。张无为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只能摸摸她脑袋安慰她。第二天，他将金块全都拿出来救济灾民，并让大家照顾好小女孩。在获得了大家的谅解后，张无为这才转身离开，去寻找处理手臂那张脸的方法，并且会用余生来偿还罪孽。小女孩虽然不舍得他离开，但还是约定好等他回来。在他离开不久后，一只三足鸟循着烛龙的气息而来，猛地落在地上，瞬间化成一个英俊青年，只是额头上长着一只金黄色的树头。男人是杀人无数的大妖，在吞噬整座城池百姓前，还恬不知耻的让百姓说谢谢。此时灾民还在热火朝天的重建家园，天空却突然黑云密布，三足鸟从天而降，变身成一个英俊的青年，双目紧闭像盲人一般，眉间长着一只金黄色的树瞳。他循着烛龙的气息而来，发现这里的灾民都还活着。打听过拯救城市的英雄是张姓少年后，三足鸟当即施展术法，背生双翅腾空飞起，随着他一声令下，铺天盖地的乌鸦席卷而来，冲进灾民的身体里。凡是被乌鸦碰触到的人都会瞬间被吞噬。三足鸟静静地看着这一幕，在他看来，这些人早就该死在之前那场灾难里，即便被人改变命运苟活下来，生活也只会变得更苦，而且还要忍受无穷无尽的痛苦，而自己是拯救他们脱离苦难的大英雄。乌鸦群将整座城都吞噬干净后，齐齐冲天而起，遮天蔽日。还没走远的张无为看到这反常的一幕，立刻意识到灾民们出事了，连忙跑回来查看，可惜还是晚了一步，整座城都已经消失了，这里只剩下一个三只眼的青年。那人身上散发着诡异的压迫感，让张无为几乎动弹不得。三足鸟闻声看了过来，却只感觉到他体内磅礴的妖力，而且还是很熟悉，是属于烛龙的气息，当即友好的跟他打招呼。很明显他和烛龙是同伙。张无为咬着牙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这座城的人怎么一个都不见了。三足鸟轻描淡写的说都给杀了，仿佛在说吃饭喝水一样简单。他拥有预见未来的异能，这些人虽然被张无为救了，但他能预见他们会痛苦而绝望的活着，未来没有任何希望降临，与其继续苦下去，还不如早点结束苦难，去投个好胎。张无为闻言怒不可遏，他才不信这些乱七八糟的胡话，杀了人就得偿命。说着就发疯似的冲了过去。可下一秒，三足鸟眉间的眸子金光一闪，地面的引力瞬间增强百倍。刚刚纵身一跃而起的张无为猛然坠向地面，整个人被无形的压力按进地里，地面都皲裂开来。三足鸟身周的妖力瞬间暴涨，凝聚成一张狰狞恐怖的巨型怪脸，仿佛要择人而噬。只见他金黄色的树瞳突然瞪过来，张无为像是被巨大的洪荒巨兽盯住一般，根本动弹不得，直觉告诉他再动就会死。可心里的愧疚快要将他淹没，是他一时贪念才放出了烛龙，从而导致了这场巨大的灾难。那些人都是因他而死，所以他一定要为大家报仇。强大的信念让他超越了三足鸟的制约，猛地一跃而起发动攻击。谁知三足鸟动作比他还快，一个闪身出现在他面前，尖锐的爪子拍向他的胸口。只听轰的一声巨响，张无为直接被轰飞出去百米远，大口大口的吐着鲜血，直接失去了意识。再次醒来时天已经黑了，他正身处于一个山洞中，三足鸟正对着他笑眯眯的夸赞着，真不愧是降灾级，恢复力真是惊人。张无为顿时暴跳如雷，第一时间就想发动攻击，可是强烈的情绪让他的左臂剧痛，而且剧痛很快扩散至全身。三足鸟告诉他，他的身体正在被侵蚀，所以最近才能看到人类的灵力。张无为闻言悚然大惊，这人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会知道这一切？原来青年是三足鸟水镜，和他一样也是一名半妖。张无为都被气笑了，自己可是真真正正的人类，谁会跟这种垃圾一样？殊不知水镜语出惊人，说他已经与烛龙合为二身一体的半妖之躯，否则刚才那一掌早就将他拍死了。水镜察觉到烛龙的妖气突然出现，却又突然消失，这才赶过来看看是怎么回事。毕竟烛龙是他隐藏好的珍贵素材，本以为是哪位高人出手了，没想到是一个废柴的真仙后裔。毕竟天下之间能封印降灾级妖怪的金仙级封印术不超过三种，而且都是一脉单传的秘术。他对张家的了解比张无为还多，张无为却懒得听他废话，想杀就快点杀，反正他已经杀了那么多人，也不差自己这一个。水镜闻言一爪子拍了过来，强大的妖力直接将山洞炸飞。可是最后一刻他竟然收手了，因为他已经能预见到张无为很快就要死了，又
用不着自己浪费时间。他将妖怪封印在自己体内，这是一种自找死路的愚蠢行为，因为所有的术法都是有时效性的，哪怕是金仙级的封印术也不例外。倘若封印在没有意识的死物上，妖怪自然无从下手，想重获自由就只有等封印衰弱，又或者是容器被毁。然而活体就完全不同了，这么做就是将自己与一只猛兽关在一间屋子里，而封印就像是暂时隔离二人意识的墙壁，一旦宿主心神混乱，就会促使这道墙产生裂痕，妖怪的意识就能从裂痕渗透过来，并开始扰乱人的心神。一旦封印消失，体内的两道意识就会共同争夺身体的拥有权，胜者将吞噬败者的一切，获得新生。张无为简直难以置信，但身体已经渐渐不受控制，烛龙的侵蚀已经开始了。这时水镜主动提出教他处理掉烛龙的方法，因为他的眼睛能够预见未来，而张无为是他遇到的第二个什么都看不见的人，只要他愿意成为自己的伙伴，水镜就会帮他完全吸收烛龙化的力量，走上人生巅峰。张无为闻言断然拒绝，谁要跟垃圾成为同伴，早晚有一天他要杀了这混蛋。可两人的差距实在太大，只有活下来才有希望报仇，张无为只能强忍着屈辱，恭敬地请教活命方法。于是水镜教授他静心咒，将心神内炼至极致，便可抵挡妖石侵扰。可张无为练了很久都没效果，水镜便换了一种残暴的方法，一掌狠狠拍在他脑袋上，浓郁的妖气将张无为吞噬，眼前幻化出铺天盖地的黑暗，死去灾民的魂魄紧紧缠绕着他，想拉着他一起落入地狱中。被冤魂碰到的地方疼痛至极，愤怒、恐惧、绝望等大量情绪涌进脑海。危急关头，水镜的暴喝声响起，在他的指导下，张无为终于成功的守住心神，奋力抵挡着邪气的侵扰，不一会儿就将静心咒练成了。本以为已经大功告成，谁知水镜一根手指都没动，就能轻松将他轰入悬崖，刚才凝聚的结界瞬间消散。这种刚入门的静心咒根本经不起外力侵扰，更别提对抗烛龙的意识了。接下来就要开始更残酷的进阶修炼了。男人是没有灵力的废柴，却能徒手秒杀灾难级妖怪。他拼着魂飞魄散的危险修炼，也只为杀死教授他修炼之法的师傅。就在刚刚，张无为在水镜的残酷训练下，终于学会凝聚心神屏障。这样痛苦的修炼方式让他苦不堪言，因为体内封印着妖怪，他失去了味觉，唯一的乐趣也没有了。他每天都幻想着找到绝顶毒草，直接炼丹把水镜毒死。水镜知道他的打算，却也并不生气，反而尽心尽力地教导他克服烛龙的办法。只见他用爪子划破手臂，用流出的鲜血凝聚法术血灵出窍，这是一种强大的结界术，血灵会把方圆十里内的妖怪都给引来。张无为吓得拔腿就跑，这个臭鸟就是个疯子，他要赶紧逃离这个危险的范围。可是这个山谷实在是太大，他还没跑出去多远，一群人形怪鸟就铺天盖地而来。张无为狼狈地左奔右逃，可是妖怪汇聚的越来越多。天下间的妖怪分为扰害或灾四个等级，扰级的妖怪有一定的危险性，害级开始就不是一般人类能应付的。一只害级以上的妖怪能轻松毁掉一座城池。张无为想要赶在害级妖怪来临之前逃走，可为了变回人类的方法，只能强忍着恐惧撑到天亮。谁知刚躲过了鸟妖，又落入了狼妖的包围圈。张无为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一口咬伤了腿，眼看着就要沦为狼妖的食物了。危急关头，他拼死催动术法，本以为又要燃烧生命，没想到这次术法竟然格外强大，而且他连一滴鼻血都没流。张无为这才想起三足鸟说过，现在他的生命力跟烛龙缠绕在一起，之前因为没有灵力的关系，所以强行使用术法便会损耗生命，可妖怪的生命力比人类高几百倍，消耗这点气血根本不痛不痒，所以现在张无为可以无限制使用术法。这下该轮到狼妖们瑟瑟发抖了，嗷呜一声呼叫更多同伴前来支援。可张无为丝毫不惧，这无异于给他送人头，正好可以试试自己家传的道术。只见他随后一挥，仙灵三味火铺天盖地而来，瞬间将妖怪们烧成了灰烬。可过度使用灵力的后果，导致烛龙的封印微微减弱，烛龙猛然清醒过来，开始侵蚀着他的意识。就在这一分神的时间，一只小山高的猪妖凶神恶煞的冲过来，张无为只看了一眼就惊呆了，这只一看就跟别的妖怪不是同一级别，只是简单一吼就看出威力爆表，让张无为头疼欲裂，根本无法正面硬刚。本以为这种靠蛮力的妖怪类型一般行动都迟缓，谁知猪妖的速度快如闪电，张无为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一拳砸进地底300米，七窍流血，爬都爬不起来。而他的所有反抗都宛如皮肤汗术，不但没有成功反杀猪妖，反而将对方惹怒了，对他更是毫不留情，一拳接一拳的连续暴力输出。片刻之后，张无为全身染血，早已经奄奄一息，可是他死死咬着牙，还在维持着静心咒，可是封印还是不可避免的逐渐减弱，烛龙的意识渐渐苏醒，看着封印自己的仇人被揍成这个苦逼样子，他心情愉悦极了，就这种菜鸟还想掌握自己的力量，真是一个敢教一个敢学。殊不知只要他自己不愿意，张无为就永远无法使用他的能力。不过两人现在共用一具躯体，万一身体被损坏，他抢过来也没什么用了。烛龙当即主动提出帮忙，顺便彻底侵蚀掉对方的意识，可张无为才不想跟他同流合污，对付这种垃圾只要使用仙级封印术损耗掉他生命就好了。
大不了就跟他同归于尽。然而烛龙知道，就算使用仙级法术，也无法耗光自己的气血，反而会让封印出现巨大的缺口。可张无为承诺宁可拼着生命力耗尽，也要在意识消散之前多用几次仙级术法，哪怕耗掉烛龙的数百年寿命也好。反正他们俩都是灭掉一城的罪魁祸首。所幸一起同归于尽，用鲜血洗刷自己的罪孽。此时猪妖打得都喘不过气来，可奄奄一息的张无为始终没有断气。下一秒，他破败不堪的身体上突然爆发出磅礴的大量妖气，这股妖气的强悍程度甚至还在他之上。猪妖瞬间惊恐万分，这家伙真的是人类吗？此时张无为自然是借用了烛龙的力量，已然不惧猪妖这种小角色，他直接使出十只结界，结界内的时间几乎停滞不前。猪妖根本无法反抗，而张无为也彻底疯了，他都是被最近遇到的
起赶去参加大会。令人震惊的是，水晶这个积极分子居然缺席了。不过当务之急是先讨论有关妖血筹备的问题，他们已经确定好了行动的时间，就是在这届的天师协会，他们必须帮老大拿到女娲之心。与此同时，水晶也在述说着女娲之心的事。传说中这是造物主死后心脏化为的血石，之后它分裂成了三块，每一块都具有能分离结合以及毁灭与创造的能力。原本张无为根本不信有这种神奇的东西，可听说这种东西能让他重新变回人类，当即就信心十足的准备去找。但水晶却不肯说女娲之心在哪里，而且女娲之心威力非比寻常，就算知道它的所在之地，若没点本事也会被抹除掉，除非张无为愿意加入他的组织。可面对水晶的再次邀请，张无为依旧是毫不犹豫的拒绝，他可不想跟这些畜生一样变成肆意杀戮的垃圾。虽然他也很想变回人类，但也绝不会为此连人性都抛弃了。这句话让水晶有些神情恍惚，当年也有人对他说过这样的话，那人对他意义非凡，而他也答应帮助那人。如今看在张无为说了同样话的份上，水晶破例透露了女娲之心所在地，就在西方昆仑山某处，不过要他能撑到那才行。此时张无为体内的妖力外放的不像话，不过好歹能够使用烛龙的能力，他一定会取回女娲之心，然后在见面之时就要亲手杀了三足鸟。水晶并没有生气，反而很期待下次再与他的碰面。小家伙，就让我看看你与他谁才是能改变这个时代的人。少年明明是个被妖怪祸害过的人类，却依旧能跟一群妖怪相处得十分开心。只因妖怪中也有好妖与坏妖的区别。自从得到水晶的提示后，张无为兜兜转转来到一处暴雪肆虐的赤血岭，结果没有保暖的他都快要冻死了。就在这时，天空突然变成了红色，诡异的仿佛随时都会出现妖怪。下一秒，一群妖怪真就从天而降。张无为恨不得抽死自己，让你乌鸦嘴，这下妖怪真的来了吧？而且他看这群妖怪也不是善茬。张无为求饶的话还没说完，狮子怪就一拳砸了下来。张无为的伤势还没恢复，本以为要就此嗝屁儿，结果下一秒就听到妖怪兄弟的喊停。原来他感受到张无为身上没有任何灵力，反而是充满了妖气。他们向来不喜欢自相残杀。张无为突然灵机一动，当即脱下衣服，露出手臂上的妖怪脸。他自称是自己是中山的白鬼。虽然这种行为很羞耻，但是只要能活命，尊严算个屁。果然这两张脸的怪样子很快就让妖怪相信了他的鬼话，热情地邀请他去山寨落脚。张无为赶紧说自己有事要办，必须立刻动身离开。狮子怪再次拦住他，说最近山岭下来了个张姓道士，正在大肆猎杀妖怪，而且张道士身手了得，很多妖怪都送了命。再说风雪将至，这简直是双重危险。于是再次热情地邀请他跟大家回去。殊不知对于张无为来说，有张道士的地方才更安全，跟他们回去肯定会被戳穿谎言。于是他谢绝了众妖的好意，信心百倍地说张道士不过是小菜一碟，老子有把握对付他。说完便快速离开了。这时体内的烛龙突然开口嘲讽，不是说你最恨妖怪吗？怎么不冲上去跟他们决一生死？看来是知道有方法活下去，开始怕死了吧？果然人类都是虚伪的东西。张无为差点被他的话动摇心神，赶紧使用静心咒将烛龙的意识强压回去。可他之前的伤还没好，一进入凝神状态就痛苦万分，很快就失去了意识。再次醒来时，他正被人背着走，原来是妖怪们看到他晕倒，就好心把他扛回来了。见他伤势挺重，还说要请他吃东西补补身体。可妖怪的食物就是人类，张无为赶紧说自己不饿，一点都不想吃东西，结果肚子却不给面子的咕噜噜叫起来。狮子怪以为他是不好意思，直接拉着他回去开饭，并且叮嘱他留下来好好修养，保证没有妖怪会因为他长得像人而歧视他。张无为还在发愁怎么才能不暴露身份，谁知真正接触下来才知道，这群妖怪与众不同，他们吃的也是米饭、兔肉之类的正常食物。狮子怪说他们不吃人，听说吃人吃多了脑子会变得怪怪的，反正食物这东西只要能吃就行了，没必要非得吃人。张无为简直欣喜若狂，终于可以吃口热饭了。结果下一秒就被一脚踹在脸上，那是一只巴掌大的小妖怪，一见到张无为就对他又踢又咬。狮子怪费了好大劲才把他拦住。据说小妖怪阿白的父母都是被人类所杀，因为张无为长得太像人类，所以才会被攻击。其实不只是阿白的父母，这里很多妖怪都被
张无为闻言都惊呆了，不敢相信世界上还有这么厉害的人。这些妖怪都能说人话，至少都是扰极妖怪。光是狮子怪的气息就不输于之前的猪妖，能把他们逼成这个样子。看来张道士的来头很大。张无为趁机打听张道士的来历，可惜狮子怪知道的不多，只记得对方斗笠上有个标志，便给他画了出来。张无为只看了一眼就惊得目瞪口呆，那是天下三大仙门之一的昆仑，说是当世最强门派也不为过。问题是他们一般只在繁华的国家出现，不知为何会出现在这种穷乡僻壤又为什么要猎杀这些无辜的妖怪。狮子怪却觉得很正常，倒是除妖不需要任何理由，就像猫捉老鼠一样天经地义。张无为闻言猛然反应过来，自己可是人类，就算这些妖怪不坏，也不应该心存怜悯。就在这时，阿白突然凑到他面前，强忍着对人类本能的恐惧，
等他能说话时便时时望着山下，看能不能感应到对方。可惜在见到那人时已经过了几十年，那个漂亮女人早已变成了白发老妇，身体也虚弱的无法行走，却还是爬到了山上。狮子怪本想送她回去，可老妪不肯，说这是他们村子里的传统。狮子怪不明白，只是尽力照顾她。可没多久那人便死了。狮子怪觉得人类可能以为所有妖怪都吃人，才会把女人送上山来，所以他决定不吃人，那人类就不会再把人丢上山了。后来他才知道有些贫困的村庄会把不能干活的老人丢进山里，以此来减少粮食消耗，而他也早就知道张无为是人类了，只是见他是好人就没拆穿，在他眼里人和妖一样是分好坏的。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一阵叫声，是人类冒着大雪来猎杀妖怪，想连阿白这样的小孩子都不放过。狮子怪赶回来看到这一幕，瞬间怒不可遏发动攻击，可猎人身上带着张道士给的符咒，直接把狮子怪放倒。猎人们还想挑断他的手筋脚筋以及割断阿白的声带，千钧一发之际张无为及时赶来，这一次他站在了妖怪这边，不过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纷争，他在出手之前特意戴了个猪头套伪装成猪妖。猎人们还想故技重施用捆妖符对付他，张无为趁着猎人们还没反应过来，他直接发动攻击，但他不想使用烛龙的妖力，好在对付普通人类只用物理攻击就行，很快就干掉了一个。阿白这时也提醒他有危险，张无为这才及时反应过来，三拳两脚干翻了所有猎人，猎人们全都跪地磕头求饶。经过询问才知道，他们是被道士张若晨逼迫，被逼无奈才来猎杀妖怪的。可阿白根本不信人类的鬼话，一直叫嚣着吃掉他们变强，然后再干掉那个道士。但狮子怪不想靠吃人变强，虽然他很想立刻杀了这些人，可他不想让张无为这个朋友难做。张无为感动极了，他也不想主动杀人。阿白却很不甘心，一直拼命喊着吃掉他们。张无为只能耐心地跟他解释，吃人并不能解决根源问题，只要能证明不是所有的妖怪都会对人类造成危害，才能让人类和妖怪彼此间相互理解。他相信大多数人类都是能够沟通的。谁知话因为落一根箭矢突然飞射而至，直直地射向张无为的脑袋。若不是狮子怪及时挺身相护，他早就当场嗝屁了。而狮子怪也受了伤，人类的行为彻底惹怒了他，当场就要大开杀戒。可惜箭上涂有朱砂，狮子怪无法立刻动用妖力反击，只能眼睁睁看着猎人们在援兵的帮助下纷纷逃走。当晚妖怪们都在庆幸劫后余生，张无为却是第一次感到迷茫了。今天的事情彻底颠覆了他的认知，以往被他视为加害者的妖怪如今却变成了无辜的受害者，人类反而成了为恶的一方。阿白担心的上来安慰他，人类本来就是这样讨厌的存在，总是随意践踏生命，甚至以此为乐。张无为之前也曾遇到过这样的妖，人和妖本来就不一样，想要相互理解太不现实了，就连人与人之间都未必能相互了解，更别奢望正常人去理解妖怪这种可怕的存在。但是张无为还是想为这些善良的妖怪做些什么，他告别了妖怪们，去找人类努力沟通，想要告诉他们这些妖怪没有任何恶意，也许能稍微让妖怪们的处境好转一些，只是不知道能不能成功。张无为来到昆仑属地，如愿见到了张若晨，这位昆仑出来的青年才俊，看起来温文尔雅，文质彬彬，丝毫看不出他就是猎杀狮子怪他们的道士。张无为报上了昆仑三圣之一天青真人后裔的名头，可张若晨根本不信，他早已看出他身上带着淡淡的邪气，手里的法术随时准备发动攻击，一旦他有任何异样便会当场击杀，于是便让他露一手证明身份。张无为当即念起口诀，使出仙灵三味火，这是天青真人的绝学之一，要知道昆仑绝学之一的九味天火就是以此为原型改良而来，张若晨自然特别熟悉，况且就算有人要冒充也不至于选择已然没落的天青之名。于是张若晨立刻相信了他的话，他仰慕天青真人已久，对他的后人也表现得很热情。经过一番寒暄后，张若晨邀请他回家慢慢聊。临走前张无为突然感觉被人盯着，可是回头看的时候却什么都没有，以为是自己的错觉便没在意。回到张若晨的房间后，张无为委婉地表达了山寨里的妖怪并没有害人，没必要赶尽杀绝，这种行为和真正的妖邪没有区别，本以为会遭到对方的怒斥，谁知张若晨
臣竟然爽快地表示赞同。之前他猎杀妖邪，是因为山中妖邪太多，令人生畏，百姓不敢进山讨生活，以至于生活艰难，甚至将年老体弱之人赶进深山自生自灭。人命垂危之时，他也顾不得那么多。不过现在山上的妖怪渐渐减少，对村民已经不再构成威胁，他也不愿意做毫无意义的猎杀。张无为简直欣喜若狂，今天来的目的总算是达到了。就在这时，有村民慌慌张张进来禀报，说刚刚有只妖怪在村子附近徘徊，被他们抓回来了，带过来请他定夺。谁知他们抓到的妖怪竟然是阿白。张无为简直惊呆了，这小家伙怎么会跑到这里来？此时阿白还在不服气的叫骂着，张若晨可无法容忍有妖怪在自己面前放肆，当即就要动手除掉他，就算对方只是个小孩子也毫不手软。张无为赶紧出声阻拦，反正这小妖怪并无恶意，只是误入此地，何不放他一马。阿白一看到他立刻大声示警，伪人类别管我了，你快点逃吧，我们都是厉害的妖怪，才不会向这种坏蛋屈服。张若晨闻言好笑地告诉阿白，张无为可是真仙后裔的人类，根本不可能是妖怪的伙伴。阿白瞬间呆愣住，难以置信地看着张无为。张无为可没功夫多说，只是坦白了阿白的确是自己的朋友，请求张若晨放了他。张若晨也没有为难他，直接命人放开阿白，把他交给张无为自己处理。虽然他笑容和蔼，可村民们却满脸畏惧，丝毫不敢违抗的他的命令。张无为赶紧带着阿白离开，之后他够坦白了自己是人类的身份。阿白感觉自己受了欺骗，原来刚才他看到张无为和坏蛋一起走，担心他出事才会一直跟在后面，没想到他居然是人类。愤怒之下，阿白狠狠地咬了张无为的手臂，看到他血流不止，这才松口，悲痛欲绝地跑走了。果然人类都是脏脏的大骗子，结果刚跑没多远就被阵法困住。只见张若晨带着人追了上来，逼迫他带路去找山寨里的妖怪。与此同时，张无为因为白天的事情难受的睡不着觉，半夜听到两个村民在发牢骚，说他们这些年帮张若晨赚了不少钱，结果就因为丢了符咒就差点被打死，要不是当初被迫缔结了鬼咒，早就去揭发他的恶行了。张无为立刻意识到事有蹊跷，等到两人离开后，顺着他们来的地方果然找到一个隐秘的地道，顺着地道走到尽头，赫然发现一个繁华的港口，这里关押着数不清的妖怪，个个都被砍断手脚，割掉声带，让他们既无法逃跑也不能呼救。很快负责看守的猎人就发现了他的踪影，提着锤头就砸了下来，是名誉天下的正道门派弟子，背地里却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。就在刚刚，张无为发现了暗岗一事，被这的守卫发现后想要偷袭张无为，然而张无为早已察觉，直接掏出特制辣椒粉，将其辣得睁不开眼后，便狠狠一拳甩到对方脸上。玩阴的他可是这方面专家。与此同时，这动静也惊动了另一个守卫，他怒气冲冲地看向张无为，然后下一刻他愣住了，只觉得张无为身影很熟悉，莫名的和前不久那个猪头妖重叠在一起，此人才意识到张无为正是那个伪装的猪妖。就在他惊讶之时，张无为趁机偷袭他，然后质问他这港口和妖怪怎么回事，只是此人并没有屈服，反而十分嚣张，于是张无为毫不客气的往他脸上多添几道伤口，在剧烈的疼痛下，他终于还是开口招了，原来他们真的是被逼的，整件事都是张若晨在幕后操控，他有门路知道哪里能高价卖妖怪，所以便有了这个暗岗，且为了安全还切掉妖怪手脚和声带。张无为闻言虽然脸色无比震惊，但还是觉得昆仑之人做不出这种事，然而守卫坦白的前因后果又如此真实，在四年前他们村一如既往准备过冬粮食，张若晨便是在那时到来，并声称是昆仑派来的庇护之人，本以为对方是单纯来除妖的，然而却不允许他们杀害妖怪，反而是要活捉。之后张无为带着妖怪独自离去，不久后便给村民们带来惊喜，满满几大箱金子，他也承认有路子卖妖怪致富，起初村民也的确有不愿意的，但渐渐的终究是迷失了。不过守卫却将这一段改成是张若晨逼的，张无为听完没有全信，他要亲自找张若晨对证。看着离去的张无为，守卫心有侥幸，还好没提张若晨和幽阶的事，护士咒应该不会发作。然而片刻后他就懵了，说什么来什么，护士咒已然发作，守卫这才意识到被张若晨坑了，根本没有什么触发关键词，只要坦白了就要死，就这样活生生在张无为面前暴死。张无为被这一幕吓懵了，他自然清楚护士咒，也明白了守卫确实有说真话，他急忙赶到张无为的房间，本想找对方对质，却发现一个人都没有，只看到一封书信，是昆仑发给门下全部弟子的，是通知天师大会即将开启，今年归山之期提前半年，迟到者将失去考核机会，五年之约将至，当日之言仍在心间，莫令老朽失望。张无为也想起之前两个守卫聊过的，张若晨好像带人赶往山上捉妖了，于是急忙赶去。与此同时，张若晨这边正抓着小白狠狠折磨，目的便是引狮子怪他们出来，作为重情重义的异形妖，自然不会逃避。狮子怪让张若晨赶紧放了小白，张若晨很满意，这妖怪数量比他想象中的要多，便放下狠话，想要救小家伙就放马过来。狮子怪闻言爆发出恐怖的妖气，下一秒和张若晨动起手来，只是狮子怪强悍的却似乎打在了水流上，软弱无力的。然而还不止如此，张若晨的金光更是震得狮子怪手臂血迹横飞，好在他及时拉开了距离，不然手臂就没了。妖怪兄弟们见状齐齐出手，就不信张若晨能对付众妖。对于这一点，张若晨确实有点烦，毕竟他要的是活妖，出手又得控制力气。只见他以灵气幻化出一把弓箭，朝众妖射出无数箭矢，瞬间就导致众妖失去战斗力。狮子怪捂着手上的手臂，连忙让身后其余妖兄妖弟赶紧逃，下一秒他就惨遭金光的束缚，好在身后的一些妖怪纷纷逃掉了。
张无畏只是几位好兄弟，却只能跟他一起对付。张若晨没有追击那部分小妖，有现场的这些就足够了。不过他也同意让村民们自己去狩猎，毕竟都是些低等妖怪，算不得什么。随后张若晨再次来到小白身前，想要继续威胁他说出老巢的位置。小白自然不会透露，宁死不屈。见状张若晨也懒得再逼问，准备将小白处死。就在关键时刻，张无畏赶到了，死死抓住了张若晨的手。张真人，你这是在干什么呢？ 少年体内明明封印着强大的力量，却只能眼睁睁看着朋友在面前倒下。然而并不是他不想出手，而是体内封印的大妖跟他作对，才导致了这一切后果。就在刚刚赶来的张无为，在关键时刻救下了小白。他质问起张若晨为什么非要如此，张若晨却反问张无为：“此妖早已经埋下仇恨种子，今日不除掉，他日便会祸害百姓。”然而张无为已然知道他的勾当，你这不是担心小妖祸害，而是怕见不得人的勾当暴露吧？见状，张若晨意识到有村民泄露，不过那又如何呢？不管什么理由，除妖不是天经地义吗？张无为没有 回答，只是看着村民们的丑陋嘴脸，不禁回想起和小白他们的美好时光，也是在这一刻，他抛弃掉什么力不立场的，他只知道这些妖怪帮过自己，那自己就应该帮回他们。所以请求张若晨放过狮子怪他们，今日之事绝不会外传，就当卖个薄面给我。而这显然不会令张若晨答应。下一秒果断给了张无为狠狠一拳，看在天青真人面上，我会给个面子留你一条全尸。张无为此时全身都疼痛不已，按道理来说这家伙力量不该这么强的。随即张若晨更是以灵力幻化一只金色巨兽，将张无为给拿捏住。张无为这才意识到是 八神咒，张若晨冷厉地说道：“你不会以为就你会八神咒吧？好好享受八神咒之一的金光神咒吧。”可就在这时，狮子怪猛地扑了过来，狠狠地击飞了张若晨。随后看向张无为：“老弟，你没事吧？”而这也证明狮子怪的猜测是对的。张若晨那金光只能选择护体或者攻击，在拿捏张无为后，便没有了护体之能。张若晨被气到了，爆发出更恐怖的气息。狮子怪连忙请张无为带小白他们先走，自己留下来掩护。只是还没说完，张若晨便带着惊人气势袭来，狮子怪只能连忙上前抵挡。就在这时，张若晨左 手幻化金色剑气，张无为意识到不对劲，正准备用妖气出手帮狮子怪，可在关键时刻掉链子了。下一刻，金色剑气贯穿狮子怪身躯，瞬间受了重伤。张无为不解为什么不能用，自然是烛龙的功劳。张无为当即威胁起烛龙，信不信耗尽他的寿命来同归于尽？烛龙却看出张无为不敢，因为情感及时软肋，受重伤的狮子怪连忙大喝道：“让张无为带走小白他们。”无奈之下，张无为只能抱起小白撤退。小白非常伤心，都是因为自己才导致老大出事。这时，张若晨已经架好金色长弓，刚准备 对张无为射去，却被狮子怪强行抱住打断了。明明是无意识状态，却还是拼尽了全力拦住张若晨，没办法，他只能让村民们动手去追张无为。不论死活，随后金光神咒全力爆发，瞬间原地产生巨大的爆炸，将狮子怪给震碎彻底陨落。张无为看到这一幕，便回想起了往事，那时爷爷也是让他快跑，叮嘱他要好好活下去。 少年明明是真仙后裔，却和仙人封印的大妖勾搭在一起，还用着大妖的力量来对付正派弟子。这一切只因所谓的正派弟子暗地里做着见不得人勾当。就在刚刚，张无为被体内烛龙打断施法，迫于无奈，只能先带着小白疯狂逃窜。由于受到的刺激过大，小白已经晕厥过去了。就在这时，烛龙又开始骚扰了。 他看到了张无为刚才的回忆画面，似乎发现了不得了的事情。张无为很生气，他刚才打断自己施法。然而烛龙就喜欢看他狼狈模样，他之前就说过没有自己的允许，张无为是不可能用他的能力。不过随后烛龙又话锋一转，老夫可以不再干扰你，能力随你使用，只要你答应老夫一些条件即可。当然你也可以拒绝，那就一起付出代价。没多久，张无为找到了一些妖怪兄弟，发现是他救的小白后，都很感谢张无为，只是他们的大哥狮子怪凶多吉少了。 张无为拦下了他们，并让他们回老巢去吧。就在这时，村民杀来了，不等他们出手，张无为就率先一个瞬步击倒一人，随即又掐住另一人的脖子，让他带路准备去找张若晨算账。可话刚说完，一道金色箭矢便穿透张无为肩膀，正是不远处的张若晨。此时他再次搭起金色长弓，下一秒数道箭矢齐齐射出，却不是对准张无为，而是其身后。张无为意识到了什么，急忙伸手想阻止，可惜终究没办法拦下。身后的妖怪兄弟们，包括小白 纷纷被击中，在这一刻，张无为脑海再次回想起，合众妖们的美好记忆。在此前，他一直认为妖怪就是残忍屠杀，可自从遇到这群善良的妖怪后，尤其是听到小白睡觉时呼喊着妈妈，他才意识到妖怪也是有着同样情感的。思念宽容，理解样样俱全。张无为很清楚，人类和妖怪永远不可能和平共存。可为什么看到大家死去后，自己会感受到痛苦呢？到头来，终究还是自己太弱，还是什么都改变不了。为什么每一次都是在悲剧发生后，自己才会感觉到痛苦呢？说着说着，张无为的眼泪落了下来。就在这时，烛龙发力 了，你还有个选择呢。老夫给弱者的恩赐都这样的局面了，你还要拒绝吗？张无为知道这家伙是故意的，烛龙不以为然。不这样搞你，你会答应我的条件吗？现在还来得及，你别忘了我的数。只要是领域内的生死，老夫说的算。保其不死也没问题。你想救回他们吧？想挽救一切吗？那就接受我的条件，只要把左手连同左眼的封印永久解开。烛龙的话深深击中张无为要害，他想挽回一切，可他对烛龙为啥不解封全部封印又感到很疑惑。烛龙表示其他的你别管，你按照我说的口诀背出来即可，剩下的老夫会替
你解决。事到如今，张无为决定接受了弱者是没有选择的权利。下一秒，他按照烛龙说的解开左臂连同左眼的封印，随即恐怖的妖力席卷而出，烛龙猖狂的笑声出现，终于给老夫等到机会了。此时张无为左眼恐怖如斯，原来烛龙并不是不想解开全部封印，而是张无为只能承受这一部分副作用，烛龙让他别在意这些，赶紧做你该做的吧。张若晨被这一幕惊到，短短一瞬间，张无为的气息就变得诡异无比，但他并没有看出什么，便下令让村民不留活口。下一刻，无数箭矢齐齐射出，只见张无为轻轻抬起左手，身后的箭矢就被定在了原地。张若晨再次被震惊到了，他从没见过此等法术，于是决定自己出手试试。可还没等他出手，张无为就率先袭来了，速度快到张若晨都捕捉不到身影，刹那间就给他狠狠来了一脚。张若晨一副不可置信的表情，还未等他多想，张无为再次袭来，又是狠狠的一拳。张若晨还想反击，却被张无为轻松躲过。难得有如此发挥机会，他把这么久积攒的不甘都发泄了出来。张若晨被这一套连击锤的连吐几口血，就在这时，他发现了鲜红色的结界。那些身处其中的村民们行动无比缓慢，转个头的功夫都要半天。张无为却没有任何影响，一脚一个村民。张若晨这才意识到，不是对方变快了，而是结界让时间变慢。只要在结界中，他就不可能比得过对方速度。张无为似乎看清他的想法，你觉得这法术很无耻，对吧？但这一切都是托你的福啊，你得好好享受才是。张若晨也是满脸不甘心，他明明都走到这一步了，脑海中闪过一个中年人身影，他是昆仑派的张长老，把当时落魄的张若晨给收为徒弟。而张若晨没有让他失望，短短时间就将金光咒练到化形阶段，轻松击败彼时的同门。本来有着张长老亲传弟子名头，加上战力无双的情况下，张若晨妥妥的下一任镇山弟子。可惜不久传来噩耗，张长老前往北境力战七只祸疾妖怪，不幸战死。按道理来说，他的战力不该打不过祸疾，但又查不出具体情况，只能判定张长老可能年事已高。就这样补上来的新长老是死对头，一来就将这个天才少年给派去了赤血岭。除非张若晨连续五年上缴必会府，要不然就别想回归六国。简而言之，就是最繁华的国家才能负担的，如今却落在张若晨头上。初到村子时，张若晨遇到一个和他过往相同的小孩，他掏出一份吃的递给对方，或许正是这最后的一次馈赠，把他的善良给彻底抹去，也更加坚定要回归巅峰。为了凑齐必会赋，他只能另寻天路。在杀了不同意跟着干的村长后，就发生了后来这些捉妖卖妖之事，所以他绝不允许任何人破坏。暴怒的张若晨浑身散发出强悍金光。张无为问烛龙能不能扩大点结界，然而这已经是目前能承受的极限，而且这可不是进到结界就能立即锁定，是需要你自身去主动锁定敌人的。看到张无为独自在嚷嚷着，让张若晨更加不爽了，待会看你还嚷得出来不？这是他最强的一招石雨。只见天空上出现好几个洞口，下一秒从中射下无数金色箭雨。就在张无为想要出手拦下时，他的脚下却被金光给缠住了，将其给拉了出来。原来张若晨的大招只是一个烟雾弹，真正的目标是把张无为从结界中弄出来。果然在外界中，他的速度不再受影响，狠狠地砸向张无为，随后将他的左手死死压制住。张若晨不愧是天之骄子，短短时间就猜测出对方的力量来源。可也正是因为反派死于化毒，张无为并不需要左手，而是用肉身为引施展出术法，仙灵三味火，一道通天火焰对两人轰了下来。硬承受这一击后，张若晨已经狼狈不堪，张无为也好不到哪去。烛龙操控左手扇了他一巴掌，真是蠢货，你这术法可是对妖邪更有作用，简直是伤敌一百自损一千啊。这时张若晨终于发现了，原来是使用了妖怪的力量，他当即讥笑出声，看来这真仙后裔比我还不堪呢。张无为并没有理会他，而是继续动用刚才那招三味火，因为这耗损的是烛龙生命，所以他根本不在乎对人类伤害高不高，直接一口气用出好几道三味火。随着他手势一挥，张若晨再次遭受三味火的洗礼，他满脸写着不甘心，下一秒产生了巨大的爆炸声，